好，那我先歇会喽。好，那我们就会看到，好，我们将要摆的图是这一个嘛，空屋危机各校缺乏停课标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把整篇全部的再讲一次哦，全部复制下来。先不要。我先讲一下正常的顺序应该是怎样。正常的话，我们只是因为正常的话，你在画板的时候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内容，所以我们一样，我们先把那个位置先拉出来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是要拉，我要拉17行的靠度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7。好，我这个宽度就是17行。一样，它就从上面2、4、6完之后，第七行就开始就是你内文的那个的防守范围了。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7，好，确定没有错。好，那这时候你就会拉出一个17行，然后你就会在里面填，好，比如说我现在都还没有任何东西，我就填，好，然后很多个哈，更多哈。好，你会发现这边出现一个加号了。先讲，这是17行的哈。好，那17行的哈，少一个哈。好，然后大家看哦。因为我要走三栏，对不对？好，比如说我假设我这个复制，好，这样子，我这样子排三栏，跟我在上面用加，再拉，加，再拉，看起来是不是都是一堆，就是一堆哈？好，就看的是一堆哈，然后但是大家觉得这两个有没有差别？好，算了，我自己讲好了。就是会特别做出来看，就一定会有差别吗？好，差在哪里呢？先讲下面是错的，为什么是错的呢？当你拉出三栏的时候，好，你现在只是随便填一个内容，然后当你真的有内文出现的时候，好，你就复制。然后当你贴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后面不会跟着改。但如果你是在你用上面这个方式的话，贴上它就砰砰砰砰砰，它就顺着走下去。那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我的比如它字超过了，那我需要删一些字的时候，我在这里删，后面会跟着一起跑。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画的栏数一样，点加在旁边拉，没错 ，A 箭头点加，颜色字颜色，好，有了，在旁边拉，好，这是我们现在还多的，就是可能到时候不会这么多啊，就是可能要删的字数，那台词就可以依据，比如说像还多了五个字，那它就可以从这边去删。让整个版面符合住。那但是如果你从这边的话，你说哎，并适时佩戴，然后你就很自作聪明的再去从戴佩戴口罩去复制，然后去贴上。你说看起来虽然一样都是佩戴口罩防护，可是那我们在后续编排的时候，就是会出现问题。所以大家记得，你先拉一个框。先拉一个框，17行的框出来，然后里面就可以直接打，好，就你就可以直接复制，因为到时候你会随便打一个字。那我们现在有内容，你就直接复制我们空屋危机这篇新闻的内容稿，然后就直接贴在同一个框里面。那你贴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右下角有一个加，就是代表我们俗称就叫文眉走完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三字的上面有一个，就是你的文字比你的框还要多出很多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，应该说有多，它就出现一个加。那所以你就是可以点这个加，然后可以继续让
拉出一个框框，让他把剩下的字跑完。好，那这个版面的话就是17×3栏，17行×3栏，大家先帮我拉拉看。举手，然后一样就是你可以先改个，随便改个名体，把后面那个丑不拉几的颜色去掉。
你点阵图，然后去点到文字框的话，它就会，好，就它就把那个两个都连在一起，就变成去编辑文字框库。你的重算。然后在那文字框看一下的时候，可能它存在了，就可能找到在这里手拉一下。我知道看为什么有这个字，因为字是白色的。那我讲的好。字预设都不会变。你看那个字体，反正就稍微跟框框一样大。正确的是文顶笔体9.7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字体，就挑大概那个框框大小就好了。